哎呀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来砍根木头来烧烧开水吧。这根树木不错，这根砍下来预计可以烧个一个月的开水。小梁小姐把它砍干净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树比较。哎哎，兄弟，你怎么死了？哎呀，被折到了！哎，看我的小李飞刀！再看一下，哎哎哎，被打到了！再来一刀 ，yes！ 哎呀，今天就成为我的晚餐了！哎哎，我怎么死了？这叫人类不歇，美食在后啊！